新加坡日前举办2015年中小企业博览会，驻新加坡代表处特地设置台湾馆，向买家介绍台湾的投资环境。十成中小企业展现高度兴趣，纷纷探寻如何透过新加坡将台湾产品行销到东南亚国协。驻新加坡代表张大同表示，台湾拥有完善的法治基础及市场制度，政府和银行对中小企业提供很大的助力，因此吸引世界各国来台投资。我想经由这一次的展览，经由这次的会议，会使得亚洲国家，特别是我们希望新加坡的厂商能够多多到台湾去投资，增进两国的经贸的发展。我相信在这种健康的投资环境之下，双方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。除了台湾馆之外，包括台达、宏基等科技大厂也透过博览会强力向新国中小企业推销产品，同时也对全球买家招手，期盼吸纳更多商机。这次展览共有将近5000家新加坡中小企业代表参加。